Each year, Microsoft Research hosts hundreds of influential speak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leading scientists, renowned experts in technology, book authors, and leading academics, and makes videos of these lectures freely available. Hometown Education Foundation, 就是中文就是家乡教育基金会。 这我10年前的时候开始办的，当时的想法就很简单，因为我家是农村出来的，回家去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我们的家乡一个县城嘛，变化很大，但是呢，这种变化大一个，总的来说是很好了，但是有些少数的特别穷的孩子就显得特别的穷，比如说我在2000年回去的时候呢，就 一个以前的同事啊，我以前是在中学教过4年书，同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 high school 的学生呢，他没有钱交学费，所以爸爸必须要每个月卖血。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钱，就是所以我想就说，办一个小的慈善呢，帮帮他们。刚开始呢，主要是帮助我们自己县里面的，现在叫安徽省宁国市。 市就是就以前的县级市，那后来呢，2008年开始，就是在扩展到山西叫入社县的一个高中，就是最好的高中，然后去年的话呢，就是在扩展到这个安徽的金寨县，觉得好像有点奇怪，怎么主要是每个地方我们都会找到非常合适的人，他愿意一年一年的做下去。 因为第一年大家都很热情，这个做好事嘛。那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还能及时做下去的话呢，有时候就觉得找到比较能可靠的人能够及时做下去。那我先看看的时候，这个我们做的这个事情，这是最开始真的对学生有很大的用处，就是说虽然说帮助人不太多，700多个人一年现在，但实际上对每个学生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像比如说这个小孩叫许双月。 是我刚开始去时候见过他，1972年4年的时候暑假，我们去下乡的时候就去看见他是其中之一。这小孩当时是小学4年级，他是我看到的可能最穷的之一吧，而且在当地不太受同情的那种，就是他的妈妈是一个傻子，连自己多大年龄都不知道的这种傻子，身体很健康，但是就是傻子。那爸爸呢？ 要比妈妈大10来岁，是一个好吃懒做的那种人，所以就当地不同情。如果你要是生病了，还有人同情一下；如果好吃懒做的话，他是不太同情的。所以小孩就很可怜。这是他底下是他娘老，一个是他老师，一个班主任。比如说老师说的话，他在3、4岁的时候，他住的是很，这是我们走了大概有好几个里以后到他们家又回来的时候，往回照的时候，他家是在山上。 房子很破，你看上面那个房子的话是他们的厨房，后面看不见是有一个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农村的以前的灶是这一个灶，这两个锅，那有个锅已经断掉了没有了，也没人去管。这小孩的话就是说，其实在4岁的时候，有个人到他们那去帮他们砍柴，因为他们大山嘛，砍柴的时候住到他们家，然后就差点要把这个孩子给买走，他爸爸就差点给卖掉了。 这是他们的外婆什么知道了以后，后来把他拦下来了。那上4、4年级的时候，他们要走很多路，就是乡下嘛，你都要走过去。那时候也没有，有时候他的妈就忘了给他钱，又吃中午吃饭，又忘了给他带饭，又忘了给他钱，他就饿着。有时候这位老师呢，就会给他一点饭吃。所以我当时就给他50块钱，从6月份嘛。所以这小孩一直上到，就是上到高中。 他高中毕业以后呢，就回家了。去年高中毕业，就回家，就要照顾他的妈，就是说他不愿意出来。但是他就说，已经到高中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打工了。在中国是很少的，在这边打工很正常。但高中您知道，中国的高中整天就要读书，读书要请那个 tutor 的，对不对？他是每天还暑假都打工的。 我后来也见过他，这是他在高中的时候见过他一次。
他也直接跟我们说，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要没有资助他的话，大概初中就会读不完就回去了，他爸爸可能就会叫他回去了，因为说我们一直支持他，所以读到高中毕业。我想虽然他不能上大学，可是他还是对他来说影响应该是很大，一个是到县城的见了很多世面，也学了不少东西，虽然在我们那时候好像高中什么也没学到，可是你要是你只是高中最高的话，其实还是学了不少东西的，对以后他们的对他以后的生活应该是有很多好处的。就像这样的小孩是特别的值得帮助，就是说他们当地其实他们有亲戚，但亲戚基本上不他们来灾，主要是因为他的爸爸比较好吃懒做，所以你惹不起，你动了以后你过年给他钱他不还你，就这样的。所以就是小孩就基本上我们就基本上像他的那个父母一样，这也是另外一个，这也是刚开始做的一个，这是叫叶立明，这小孩叫叶立明。他是在初中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死了，在癌症，他爸爸本来是个老师，他的高一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嘛，高一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资助他。这个是少数的我们从开始就一直资助大学的，我们刚开始是不资助大学的，只是资助高中就结束了。但是给他一帮印那个人是一个香港的一个教授，他坚持说我要继续资助他，所以就让他资助大学。大学是上了一个二本，在浙江的一个绍兴上的二本文理学院。但是这小孩很努力，在大学里面基本上就没有贷款，什么都没有，说那个老师那个教授给他一些钱，差不多给他4000块钱一年，其实是不够的。但是他很努力，他基本上拿了所有的奖学金呐、还有助学金呐、还另外在实验室里面找到工作啊，就是基本上每年也能挣到4000-5000，就差不多有将近10000块钱也就够他自己花了，因为他妈妈没有工作，他也经常头痛什么之类的。他现在在浙大读研究生，快毕业了，今年毕业或者明年春天毕业。这是这边的一个小孩，那边的小孩现在也在上大学，也是我们从初中开始资助。那边小孩他的爸爸是个跛子，是个残疾。那这是刚刚资助的一个小孩，叫袁磊，他是这个就是去年在安徽金寨县的一个高中生。他的妈妈呢是在他3岁的时候在外面去打工，不知道怎么掉到水里面就淹死掉了。那爸爸呢就一个人拼命干活，既要照顾他的妈，要照顾他的这个儿子，所以他这个后来就得了癌症，癌症发现已经很晚了，不到半年后来就死了，就是那跟二分死的。他现在跟他的奶奶在一起住，他奶奶其实在乡下，其实也不在一场，奶奶很乡下，因为那个是金寨，我不知道没去过，就是特别乡下的地方，那里面所以过去打仗比较多，江州也比较多，他就特别穷特别山。那现在是还是我们这边的李红我们给他资助的。在很多了，像这个小孩就是他妈妈是个残疾，爸爸呢开了2次刀，就是胃第一次开了没开好又开一次。那边一个呢是山西日射的，你可以看看那小孩，那一个跟他妈妈和奶奶没有爸爸，所以这些作业真的对他们有真的有很大的作用，就是说真的帮他们能读书，就是这样子。那其实读书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有些孩子啊很懂事，很多高中生他们小学初中我们看不出来，一般高中到大学的时候特别能看出来他们很懂事。你像这个小孩叫陈伟勇，他就是很小就是个孤儿，爸爸妈妈都死了，然后他跟爷爷奶奶过，我们从5年级就开始资助他，资助他以后呢，那爷爷奶奶呢后来不知道怎么也死了，就是高中时候也死了，就倒霉就倒一直全倒来就去了。那但是他很努力，他自己很努力，偶尔姑姑帮他照顾一下，让我们就是给他一些资助，有时候也跟他们谈一谈。然后他去年考上这个一个这个准师院校，就准师你们准师院有时候为什么呢，准师院就准师院也不用交钱，还不仅交学费，连吃饭的钱也不用交，每个月还可以给一点点钱，所以他就上了准师院校。这小孩很懂事，你看今天暑假的时候他就去还有其他几个人就去了那个贵州里面的最乡下的一个地方，很乡下的一个地方待了有3个多星期，在一起支教，
就是把学生叫来，教一个学生呢有40个学生，而且他教了一个小孩还是很那个，他不仅教了小孩，然后后来他想想他还多一点钱，又给了一个有残疾的有小儿麻痹症的小孩，给有这小孩，这左边这小孩是有麻痹症的，叫胡敏。那另外一个小孩就是我有次跟范梦友画画的那个小孩，就都是很穷，他们其实是跟那小孩的家，那边是他们，你去看很乡下，那是他们的学校的厕所，那个比较好一点的是正在修的，那现在边的小棚子呢是以前一直在用的厕所，公共厕所。除了他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小孩，叫我没他照片，叫我们什么当地人的，叫张腾，他也是高一的时候他的爸爸就生得癌症，所以我们就开始资助他。他高三毕业，去年高三毕业考上大学了，他爸爸也就死了，暑假这个就死了。那我们爸去年还在资助，从高一一直到高大学一年级，他选学校也选得很那个，就是选的北京农学院里面的林业专业。就是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他也是，他其实并不是特别喜欢，但是不用交学费，有些科是不用交学费的，像比如说你决定你一定要去当老师的话，你是不用交学费，你决定你毕业以后你一定要下乡去干几年，那也不用交学费，他就选择不用交学费的。那后来他爸，因为他爸爸死了嘛，他妈妈就又找到工作了，他妈妈就又找到一份工作，那就特别动人，就是去年寒假的时候，他就的妈妈就带着儿子来到我们那个办公室，谢谢我们那个叫胡继林，然后另外告诉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好多了，就不太需要钱了，我们就明天就不需要资助了。另外呢我们还在资助一个小孩，就是今年暑假我们就开始给他一个资助一个初中生，他们家人其实他们家他妈妈也不是说就当一个图书馆管员而已，就是说他们觉得说最那个的话，就是说就我们最穷的时候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你们帮了一把。另外就比如我们对大学生，就我们刚才说是大学生比较因为大学生比较有时间一些嘛，比如大学生现在就会回来，他们虽然没有钱呢，但是比如说寒假他们就会回来帮助我们把那些歌，我们有400多个封信，我们要资助700多个人，但有400多个是一帮一的，一帮一的我们都会到春节的时候让学生写封信给他们帮助的人，那写了以后从每个小学每个中学都润到我们那去，就吃到我们那去以后呢，我们就把分开的寄给每一个人，因为他们自己寄的话有些困难，第一不知道怎么寄小学这个中学，第二也还是要花钱的，特别寄到美国来就更贵了，所以他们都收好以后呢，那这他们就帮我们分信，分好了以后理好然后到我这里我就方便多了。第二事情他们开始做的是从去年也是开始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啊回家去的时候，他们不是看了这些信了吗，他们也很那个哦，还这么穷的人比有时候比他们还穷，他们就会到当地的他们自己的村子啊或者附近的村子啊去看一看那些贫困的学生，这也有两个目的，一个呢对我们来说有的去看，因为不可能我们每一家都看，所以他们就把我们看看呢是不是这家很穷，穷不穷你往家一走就知道了。第二个呢也是呢就是跟他们小孩谈谈心啊，跟他们家人谈谈心啊，鼓励鼓励这些小孩或家长希望接受读书啊好好读啊，也榜样嘛，我们我也很穷，但是我现在能够上大学了，你好好读书你以后也有机会这样子。第三个呢就是说到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新的考上大学的学生呢跟他们通知，希望他们能够来开一个会，然后呢开会有目的干什么呢，就是说请几个已经上了大学的人回去跟他们讲一讲经验，因为毕竟从乡下到城里面有很大的变化，特别从穷孩子感觉更大，最大的感觉就是发现我当年也是这样子，发现我什么都不知道，到城里面什么都知道，让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本来穷就比较自卑，然后这样的就可能更自卑一点，我们告诉他你没必要这样子，就希望他能够去的时候就很快适应生活，然后呢怎么去找资助，怎么去打工，就穷学生你还是应该去打点工，办个曼都啊，找老师找一些实验室的工作啊这样子。
然后还有我刚才说的，还有 volunteer， 他们基本上到学校去参加活动，都会参加什么红十字会呀、或者其他的这种 volunteer 的这种 job， 这个社团，比如说去帮人家捐血呀，去帮人家站呐，这样子，都很懂事。比如这是我们几个照片的前面几个，什么熟悉的，看一滴一滴的人，离得好好的。那第二个呢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都是，那是去年的，就是一起照相。就弄完以后，这是今年跟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部分，这是我们的那边是那小孩，那是一个大学生下去，带他们乡下去拍的照片，跟他们讨论，跟那是另外一个小孩的照片这样子，所以就很多事情都是，就是说他们很懂事，回来也或者会帮助别人，我们帮助了他，他们也就变得很，就是一个做的比较好，第二个呢也会回来帮助别人，所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榜样还是挺好的。那我们这个怎么做的呢？其实很简单，我是个本来就是个很简单的人。我们主要是在美国呢，我是成立了这个家乡教育基金会，在同时呢，在国内呢，就在我那个县里面呢，就跟胡建林两个人成立了一个叫做邻国市中美爱心教育发展促进会，就简称叫中美爱心。这个是完全独立的，完全独立的，但是我们要挂在教委名下，但我们东西是完全独立的。教委也很支持，而且我就是越来越支持，因为毕竟帮他们也很多忙，我们解决了学生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好事。我们怎么做法呢？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每个学校呢都有一个老师负责，就是 volunteer 的负责，他把我们呢，那每个班呢，一般是班主任呢去基本知道，说特别是小学或初中，一般班主任比较知道学生，他们也会推荐学生，看到学生穷啊，就叫学生去填一个表。给你看看，现在这是个表，这是特别的一个表。一般高中生我初中是自己填，拿回家好好填一填。小学生呢，大部分是老师帮着填，或者家长帮着填，因为小学生毕竟太小，你啥也说不清楚。所以说填好了以后呢，那老师就会写个，这是学生自己填的。那这是班主任写的平日，平日包括几种，一种有些呢会写的比较仔细啊，像家是确实很穷啊，然后他的需要学习怎么样啊，表现怎么样啊，这样子。然后这是呢那个就是我们 coordinator， 就问那些 coordinator， 他去看一看，就或者打电话打他们家的附近啊，朋友那地方，或者自己去走去看一看，或者去跟着学生谈一谈。每年新的话，这个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同意了以后呢，就报了这个校长。校长是我觉得好像就签个字而已，他都没工夫管。你不能指望校长管多少事儿，这是中国人什么都要盖个章。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班主任和这个老师。那胡金林呢，就是我们的管事，他最后总管。他看看以后，如果没什么大问题，他就会新的每年我们新的就是几十个而已，所以他就会打电话或者去问，就问一些人。或者自己去看一看，下去看一看，就说总之我们要去调查一下他情况到底什么，核实一下以后然后再决定，这样子。所以比较小心的，都什么事情做的比较小心，第二还会看见，这第二次事情。然后最后呢，我每年暑假也会去看，我每年暑假回家以后都会去一个乡或者两个乡，基本上我那个宁国市的那些所有的乡我都跑过，所有的村都跑过，就是我每次去看，你可以很明显的那家是不是穷。我们到现在看的确实是很穷，有些是就特别的穷，像我花烂了，有的是房子很好看，但是里面是空的，是因为他以前挺家挺好，突然出了什么事儿，比如说像那个第二个呢，他爸突然生病了，这样子，对吧？这刚才看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做的这是那些个宁国市的一些 coordinator， 每个学校的一个 coordinator， 我们今天去开的一个会，开的会回来的，这是在你们开会的现场，这是在这个老师在读那个看不见了，就是说读那些一封信，一个大学生写的封信给胡锦宁，告诉他说今年已经不需要资助了，因为我的姐姐已经大学毕业了，我现在不需要资助了，我姐姐已经有工作了，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就读了信，而且还特别说起我们这个。慈善其实办的就是好的，就是一直这么做下去，其实一年跟着一年的好多事，就是说做一年啊，第二年又换一个。我们不是那样子，我们就是做一下一个，这是第二个事情。
那我们怎么就把钱给学生呢？其实也还是我们那个胡锦林特别的小心，他怎么给学生的是这样子，就说我们现在人不是多了吗？有六七百多个人呢，对不对？那我们这是先画一个卷儿，这卷儿告诉你这个小孩啊，你给多少钱，让小孩拿回家让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签字儿，签完字以后再回来给老师，老师给我们以后呢，我们再把钱给老师。就我们刚第一次并不是钱直接给老师，我相信老师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当地的话，现在我们资助这些学校呢，老师的工资都是保证的，都是县里面统一规定的，统一发的，不是乡发的，是县统一发的钱，所以应该不有问题。但是还是比较小心，就是先让父母签个字儿，大部分的钱我们是给父母了，只有很极少数的，刚才我第一开始说那个小孩，那我们钱就不能给父母，因为他爸爸不靠谱，特别不靠谱，就是很好吃懒做人，那你给了他一把花掉怎么办，对不对？那这样特别特别的这种情况呢，班主任一般知道，班主任一般都会知道，像这种特别困难，那班主任就帮我们帮个忙，他就拿着就给学生花钱的时候到班主任那去要，这样子就基本上大部分给父母，但是少数人呢是给那个。那一帮一的学生呢，我们就会说啊，要一年写封信啊，我们再把成绩单给寄给那个，就有些交流。但是你说如果愿意给学生写信的话，那是很我们这是非常支持，而且我愿意中间给你传递，就是那是非常好的学生。其实有封信的话，他们会非常的非常的激动，就突然哦，这就蛮有人感觉出来了。我给你看看，我们就是网站上这样子。Oops， 对。比如像我们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我们都会到那个，比如我们要写信的话，这上面都有。有一些信我们就会放到网上，这样就是每年每年的都会放到网上。然后我每年去的呢，也在学生这一栏，在这个不是在 gallery 这个地方，那这每年都有。这是那一次的，这是第五章。那我再给你看看我去的那，这是今年暑假到一个港口初中去看了，我今天去看了三个学校，港口初中、港口小学，还有一个天福学校，天福学校是从一年级的，这是你去看的，每年就看这部分照片。哦，不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哦，怎么跑掉了？那我们这个怎么去这个成长呢？从十年前开始做的时候，就一两百个学生，现在有七百多个学生，而且以前其实给钱给的更少一些，现在钱给的多一点，因为也物价也上涨了。那我们主要我觉得在这几个方面，最最主要的是你们的支持。这支持有两种，这最主要的两个支持，一个是赚钱，一个是帮我们宣传，因为我们主要靠这个。人朋友跟朋友说啊，这个慈善确实比较靠谱，因为我们也没有广告去做，而且我们发现别人也把它顶就崩一个顶就掉了，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人，一个是赚钱，一个是资助。那我们怎么能赢得这样的东西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个人的感觉是，我完全我个人这样，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要能得到你们的信任，第二个我们要好好努力，坚持保持你的信任。你不能保持信任的话，过两年就没了，对吧？那我们怎么保持信任呢？我们主要有两件事情，我们是比较重要。一个是呢，就是说我们钱基本上就是所有的钱都是给了学生。那这个中间的费用怎么来？中间费用怎么办呢？中间费用是这样子，比如说我这边的费用都是我自己付。那边的费用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请校长，每个校长出200块钱，一年。这样的话，就有些费用就够了。国内的会员稍微大一点，比如说国内有人赚钱的做一个 certificate 给他好看一下，如果公司也是这样，同这个铜牌啊什么之类的，公司的话个人的就给个 certificate 这样子，还有时候寄信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我们自己付。那我们主要我觉得第二点，我就是要 work hard， 就是说真的是很小心很努力去工作，我等一下再给你介绍很努力的工作。第三就是 volunteer， 包括你呀、啊，包括所以其他的这些人，除了老师以外，我们教的那些人，还有别人 volunteer， 就说有一些朋友，我们有时候比如说下乡去，那要车，都是朋友自费给我们开车过去，
就是有些是做生意的，他有车这样子。最后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是 open， 就是所有的都是在网上。我刚才给你看的就是这个学生，其实还有的，比如说你赚的钱多少都在网上。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名字在上面，没关系，我就会写 anonymous， 但是钱是在网上的，多少钱赚了多少钱，谁赚了多少钱，多少人赚了多少钱，每年都在网上，你可以查往年的也可以查到。第二呢，就是说我们那个 balance 也在网上，就是说我给了多少钱给中爱心，那都在网上。那中爱心怎么花钱呢？他也在网上，他那个比如每年我们资助多少学生，我把每学生的名字都放起来立好，每个学生给了多少钱都立好好的这样子。所以就所有的人都是非常就是说很 open 的一个东西， open book， 这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你怎么能相信别人，别人怎么能相信我，东西都在哪，对吧？而且做的很简单，我没有那么复杂的这个其他东西，就是很简单，就能给到我钱，我把钱就放好了，我拿那边去，他们跳过学生，我给到学生，就这样子。那我们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要往别的地方扩的话呢，我们是比较小心的，我们是比如说每个地方都要找，真的找到有人呐、这人愿意帮忙，愿意一年一年的帮忙，就能找到靠谱的人，我们才能去做。但是要有钱才能做，有要钱也不是说随便就是我要变大，对我来说大不是主要的。我和那个胡锦林都有同一个想法，既然我们答应了别人说你的钱是给了学生，是给了穷学生，那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当得很重，哪怕我们做少，但我们一定要把真的对得起人家，以后我们才能就慢慢地做下去。所以我们基本上是 organic 的 growth， 没有任何的 government involvement， 也没有任何的大公司去就是说一下给你一笔钱，我们没这东西，钱是靠大家赚的钱。我们那一年大概有四百个赚钱这样子，大概左右，就完全是靠各位这样的，就是说赚钱这样子。那这个这是我有一次到那这个小孩他们家很远，所以他背着他的一个表弟，到来了接我们，然后再往回走。那这个是你看这个山就很大，这在山顶上。他们那时候，这是2004年，那时候是没有路的，就一定要从底下走上去的，差不多走了一个小时，从那底下走过去。那这是一个我们以前的 medicine 的一个学生，他虽然自己真的是很节俭，食宿很节俭，也非常非常节俭，然后自己每年省$600来赚600学生。他2001年的时候还跟我们一起去中国。在中国去开会，住的是那种 youth hostel， 就20块钱那种 youth hostel， 然后坐这个普通的火车到那边去，然后我们一起去看他的学生，这是一个照片而已。那这是山西瑞社人拍的照片，这是爸爸和孩子，爸爸有病。那这是我们那个2011年的时候，我下乡去，因为当地的这个 coordinator 要带队嘛，在那里下雨。下雨的话，他就骑个摩托车出来，去接我们，在学校接我们。那你看他地下那个裤子全是湿的，因为下雨下的比较大，然后他也没有就是没有车，就是开骑摩托车总是有这种问题。真的大家都非常认真，就是觉得真的是要对得起赚钱的人，也对得起学生这样子。那我们在最后想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一下，主要的第一个是帮你说这个。赚钱的，第二个还是可以，你还可以 shop online 的话也可以，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在 shop Amazon.com 啊，或者 Expedia 呀、Best Buy 这种店呐、你可以到我们网站上去，网站以后边上就有一个 link， 你 click 那个 link 过去的话，你再去买你的东西就不用管了。然后呢，我们会得到3%呐、或者2%这样的 proceed， 就我们加起来还挺多的，我们现在大概有一年半多了吧，你得到1000多块钱。就在这个地方做的。那另外一个呢，叫 Good Shop Good Search， Good Search 你大概不太会用，每次 search 一次他给1分钱，这个就是雅虎做的一个 charity。 Good Shop 也是，那里面 Shop 就更多了。但唯一的就是你要在做的时候呢，你要说那去以后第一次去的时候你要打 Support Hometown Education Foundation， 然后就放那，以后每次做都是那样子，有很多很多的公司都在那，一般都在1%到3%之内。但是你要如果愿意就喜欢个人这个联系的话，一帮一是个非常好的办法。一帮一的话，他们会给你写信，你要愿意给他们写信也更好，
就是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啊，这样子的。特别是高中和大学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逗。那就最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主要就是帮我们宣传宣传，告诉你们的朋友啊，告诉你们的同事啊，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啊，都告诉他们一下，因为你们告诉的话就并不一样啊、哦。他们反正总是要赚钱的，对不对？告诉一下，他又会有就有钱这样子。所以这大概是我们最主要，我们就这很简单。嗯，那我们怎么不一样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嗯，一个是那个我们的钱100%的都给了学生，都给了学生。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连熟的，我们开始资助了以后，就慢慢一直资助。这样的话，就长期有这个 personal relation， 就是鼓励他们这样子哦，这样子，他知道有人在资助他，这人都不他们都不认识，而且告诉他这是从哪来的，这样他会比较更懂事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 encourage 他们呢，是就是往前走，不要指望我们往前走。这什么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给学生谈一谈，老就是那 coordinator 给我们谈一谈。比如说那小孩本来很穷，现在可能条件比较好了，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好多了。那我们就会鼓励他们说自动放弃这个资助，因为你们家也差不多，就是可以凑合了，可以过了。你会放弃这个让更穷的学生，这样的话给他们就一个，当然如果我们就直接也可以说不给你了就完了，但我觉得这样鼓励他们一下更好一些，这样就可以我们 positive 这样。第二个呢，就是说到上了大学啊，我们就更鼓励他们去打工啊，去做一些业余的事啊，就挣一些钱啊，不要指望说贷款，完全靠贷款啊，或者完全靠别人资助，这样的话会很好。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学生有个好处，就是你别看他们读书上大学上的不怎么太好的学校，因为他们基本上很难考上特别好的学校，很少。但是他们毕业以后，现在有毕业的好几个，十几个二十个都能找到工作。主要原因是他们能吃苦。他们大学的时候就能吃苦去打工，打工就有很多 experience， 是人生的经验呢，不光是读书了。那你找工作的时候，他就会跟人家说的时候就会说得很明白，我能怎么吃苦，我能做过什么事情。那一般私人公司呢，他招人的话还是希望能干的人，对吧？真的招博士招那个，但只是少数一部分，大部分人希望能干，能把他真的干活，所以他们其实还不错找工作。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嗯，我刚才说还有就是 part of influence，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对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正面的能量，就是鼓励他们呢，正面的，不是说这是你一定要感恩怎么的，是你鼓励他，就是说你啊，你虽然现在很穷，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你过段时间会变得更好一些，多鼓励他们一些。像至少我每次去见他们的时候，我都会鼓励他们这种事情。你现在好好努力，对吧？以后总有机会的，这样子。就是我觉得 positive influence 主要是很多方面，比如说对学生是很明显的，那其实我们对当地人是有很多影响。因为中国其实它每年都有，其实叫个人赚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政府机关员每年都有一次两次甚至三次的，基本上是你专业的赚不专业的赚的那种赚钱，比如说红十字会，比如说这个希望工程，还有妇联办的某单还是叫什么我忘记了，这种东西的话他就发给你了，就摊位来做，你摊位书记开始赚，你下边也跟着赚点，就是基本上赚不赚都得赚，所以他再也没太多钱拿出来了，所以不太相信这个一些东西。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这个当地人呢赚钱，就是追找到我们，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实实在在做着，这样子。就是对其他的 volunteer 啊，对我自己都有很多的 positive 的东西。比如说我自己的话，就是说每次就是说要很困难的时候，就会想到其实还是挺幸福的。嗯，比起这些孩子还是很幸福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2004年开始做嘛，暑假的时候就见了两个年轻的妈妈，30多岁，当时我问他们怎么了，都是长得胖胖的，然后都得了尿毒症。我当时也不知道尿毒症是什么家伙，反正是比较就是说经常要到医院去看。那我等到我自己那年底的时候，在这个 regular 体检的时候，对，我也劝大家经常要体检，这很重要。regular 体检，我有2年没体检，到那一年体检时，突然发现我自己也是有尿毒症，只是我自己没感觉而已。
那当然就很难受，但我想，但我就至少我还有人给我治，因为我们这个医疗比较好嘛，有保险了什么都可以做。我是2005年做的那个肾移植，做也挺好，就没什么事。那点小孩的妈妈都死了后来。另外对学生的影响，对我们 UW 的学生影响也还挺大的。他们连续4年呢，每年都有10来个人，他们自己组织到我们那个乡下去支教，给他们讲讲英文啊，讲讲什么之类的。你可以看看这个。这是另外，这是 volunteer， 这个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呢？这也是像你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教授，这是他的儿子，他们资助学生资助5个学生资助好几年了，那今年呢，他有8岁了，现在9岁了，然后他们8月2号回上海，那他就想着8月4号就奔到我们那个，奔到我们那儿去了，待了2天，去看看他们资助的学生，星期4号去，上午去，大概坐4个小时的车，去了后下午就下乡，这是看其中一个学生，然后回来第二天上午再去看一下学生，下午呢回上海，那对小孩的影响很大，小孩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essay， 他把它改的，可以放到网上，这是他们在当地看到的风情，就小孩也可以看到就是风情什么之类的。那这是大学生，这是去年的大学生去，除了教书以外，下面去采访一下这个贫困的学生，这是在他教他们的英文，就教英文，意思就是主要是我跟他们说，你不是去教他们的东西，主要是给他们开口眼界，跟用英文讲讲美国的这个社会呀、啊，讲讲地理啊，讲讲北京，讲讲上海呀、啊，讲讲什么南京啊，讲讲大城市的事，你讲的有概念，因为农村人其实没概念，你们觉得好像这很正常，可是我农村人说什么也不知道，我小时候。对我上海来说就是天外的事儿。那这个是对我该介绍这个胡继宁，很难找到他的照片，因为他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在跟别人拍照，他总是在后面的，非常非常诚实的一个人，从来不出面，就是大对，这因为这是因为那两个人一定跟他去照个相，才找出这个照片出来，这是那个人给我的照片，这也是。这是啊，谢谢。这是我是去年还是前年，也是下乡去的时候，正好夏日，往山上走的照片。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嗯、不然有什么问题或者 concern 啊什么之类的。我刚才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朝前翻几页？对，嗯。Amazon 那个对网站那个对啊对对这个的话有没有那个链接到那个 Sports Authority？ Sports Authority 可能没有，你要到这个 Google Shop 上就有 ，Google Shop 什么都有。OK，Google Shop 你就是要做第一件事，第一次是要做一个事情，就是 Support Hometown 就开始 Foundation Verify 以后，那基本上就在那儿了。OK， 因为我知道我们微软不是现在有叫 Keep Fit 的一个 program 吗？对，就每个人每年有800块钱对就是 shopping， 嗯，我估计可能很多人就直接通过这个网上 shopping。对，好的，我知道，那我可以去，我可以让那个人去。这个做的这个事情是 Cosmunity， 其实是你们微软的以前的一个 employee 帮他做的。Okay. 对，我问问他那个叫 When New， 对， okay. 看他能不能把这个给加上去，加上去的话就更好， okay. 就直接方便，因为从我的网站直接可能就方便一些。嗯，还有那个就是像那个微软那个 Give 那个网站上，对。就是您的组织也是在里面，在里面。今年啊，对，今年谢谢大家。今年有大概我们，因为我今年在这儿嘛，所以市委也发了很多 email， 然后后来也发了很多 email。大概今年我们得了大概10000多一点的 donation， 从 Microsoft 他们那边。OK， 除了就是那个 donate 钱以外，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一般的那个组织，它也可以 donate 那个时间，对，然后让微软 match。时间也可以啊，也可以，也可以，对，都可以，因为它是一个，这是一个 public 的，就是已经有那个税务局批准的慈善。OK， 好的。因为我们那个 Chime 在组织那个春晚的时候，对，我估计有一些人可能要在春晚里花点时间。哎，那很好，有时候能够把那个得到我们那就特别好。对，对。
这是春秋就不在这儿了。对，我这个瑞迪这就回去。希腊的那个 email 说您马上要回去。对的，回去了，瑞迪回去。哦，那明年再过来。明年你不过来了。过来。这是主要是18 leave， 我在 medicine 做教授，所以、哦、对18 leave 的时候正好过来做研究，跟这边的一个 crypto 的 system 一个人做研究。Okay。 嗯、平时对 email 在。对 ，email 人哦，对 ，email 就 email 的那个，这个 Microsoft email 已经不 work 了，东西。对，就是那个我信里面的，一般在网上很容易找到我的，你就打我的名字就肯定可以找到我的 email。对，嗯，肯定可以找到 email。我觉得其他还有什么建议啊，或者什么？就是一些想法吧。啊，对。今天主要那个，因为快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而且也很急。我以前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跟实验呢谈了以后才说知道有这个事，可以去讲。因为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应该早点准备就好。十月份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时候。对，像我今天那个，对我们那边组里面想开会的找不到人，大家都回家去了。对，是说是下星期好像我们的办公室的空。对，下星期我估计更空。对，所以我今天上班路上的话，基本上对一路上都没有那么堵。嗯，这样子，就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我想问一下那个中国不是有个9年义务教育？对，他们那个跟你这个 program 有可以有是这样子的。9年义务教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去年过去10年开始的。之前是以前教是瞎教的，其实过去了10年以后，9年真的是变成义务教育了。义务教育是指说，不用交学费，语文、数学、英语，可能这种最基本的教材不用交钱。你要交钱的是别的小材料费啊，还有什么，课外补习啊。因为你老师其实他们到初中都很忙的，初中其实都上6天有时候。那老师干的活总得给点钱，对不对？收的其实也很少，对大部分来说是比较少的，不是特别多。说这个老师很黑，其实没那么黑，这是对穷学生就比较惨，他有时候拿不出来。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惨的对穷学生来说是什么呢？现在的学校啊越来越少，都集中在城里或城边上，就是乡下的学校都被撤掉了。撤掉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自我那个村子来说吧。当年有很多人，有1-2千人，有个很好的从小学一直小学学校，很大的一个学校，附近村都来读书。那现在呢，就剩下几10个人了，因为大部分人呢就跑到城里面打工啊，就把孩子带城里面去读书，因为城里的老师比较好，或者稍微好点的地方去读书，所以就剩下很少一些人。那很少人都是这穷人，那怎么办呢？那学那老那教育就把它给关掉了。就要到附近去读书，那附近呢其实有10里路，他们每天都坐一个巴士过去，所以现在很因为话，就是有说很奇怪，怎么小学有时爷爷奶奶带着爷爷或者奶奶，一般是奶奶带着，就在租一间房，那不是他们富，是因为他们没钱，他们需要太软，你租一个房间房呢，可能比他的那来回呢，可能也不贵多点，可能还差不多钱，因为租个房他可以自己做饭。他在需要吃饭不用要钱，也不然需要吃饭也要钱，而且也比较安全一点。7、8岁的小孩，你叫他走真的是很可能。对，因为我现在我有个儿子6岁，对，就是上小学1年级，他每天早上大概走10分钟，我带他。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是啊，就是那个你这边农村人家走得很，所以现在农村的才穷的孩子就现在特别穷，是在这地方，主要是人家都比较好，他们就特别穷。像我们当年的时候，大家都穷的，其实没太多感觉，现在感觉比较大，所以有人帮他们一下，给他们的自信心呢也很有增强。其实世界没那么多坏，就是还是有很多。对。我以前看过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沙漠里面的故事。对。就是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个人快渴死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帮他，他就想去感谢他。但是那个人讲，就说你不用谢我，说我也是被前面的人帮的，
你就要帮助下一个人。对，就是相当于对，就这样，我们就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希望做，就是不是指望做很大，因为我们毕竟人少，都是过人嘛。但希望做的实实在在的，就做一个人，就帮一个人，就帮个人，他真的想的，哎，真是很实在，他会帮别人这样子。他们那有网络吗？网络基本上，第一呢，这穷孩子都没有计算机，有计算机。对，学校有不让学生看，除非是哪里做什么事儿要用了才能让他们读。对，学校啊不会让学生看网的，高中生是不会让的，初中生更不会，觉得浪费时间。我觉得还 agree with them。你觉得比如说我们给一些用过的电脑给他们有用吗？可能不是很实际，有用是有用，不是很实际。我觉得更大概更有用的不是对他们，比如说对学校的话呢，可能有些书的话可能会比较有用一点。对，书，对，我觉得电脑实际上，有很多好处，但是也很难说。我就发现，我家的孩子用电脑太多，而且他们也弄不起，你要上个网也很贵，过来上网都是自己花钱的。我有两个建议哈，就说我在想这个就是在就是中国那个稍微比较条件比较好的一点的城市里面呢，可不可以选择这样的孩，就是品学兼优的孩子，然后他们也愿意那个帮助别的小孩的，对，差不多年龄的，嗯，然后呢就说跟他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比如说有时间，就是每一个季度他们会可以去附近的那个乡下里面。给这些孩子呢，就说建立一些关系啊，给他们一些帮助，就是用 leverage 这些人群。因为现在因为我家是在那种三线城市里面，对，然后我是觉得这里面就是说家庭条件很好的已经有很多了，对，然后他们家长所关注的事情就是希望自己小孩就是说不要学坏，对吧？对，然后同时能做一些比较好的事情，嗯，但这些人可能是找不到出路，他们也找不到很好的一个就是说一个 framework 能够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有，偶尔会有，但不太多，一般都是大学生，高中生都太忙。高中生基本上，中国的高中生就是读书、考试、读书、考试，然后再考试，最后考上大学。那初年是有一个，就我们有一个企业家的孩子，他也读大学回来，听说我们有一个一般这个学生去这个不是支教吗？他就去帮他们开车，就把他老爸的车带着开着到这去看呐，就带着的学生，因为我们这支教的学生是住在城里面，到乡下里面去，他们自己想住在乡下，可是我们的人不太放心，还是人安全为主，所以这样的话，有会做这些事情，但做的不是特别多，主要还是要花时间去弄。高中生是基本上没希望，不像这样的高中生。课外活动是很主要的一件事情，那边的高中生就一件事情，考大学。因为我认识的那个朋友的小孩，他们有这个，家长带他们那个小孩到敬老院，对，就是说做一些事情，然后也是献爱心那种，所以我想他们也会比较，有些人可能会那个 interest 的一些，对，他们要找到我们，或者我们有时碰到了会做。没有专门去做，主要还是没太多时间，这样没太多的 volunteer 去做这事情。还有一点，那个就是，就说你上面写的这些那个，就资助的这个金额啊，对，我想有一点可以就是更好的来，那个就是帮助这边的人来，对，来 understand 这些钱他们会花在什么地方，嗯，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四五年级的小孩，对，对不对？他的学费大概是，就说除了这个。国家省区的学费以后，他们大概一年会 cost 多少？包括那个书本和那个平时的，就比如说一般最基本的用费，对吧？这样的话呢，就说，因为大多数这儿的人都很长时间不在国内消费了，对不对？他不知道，就说特别是在这种山区里面，大概会 cost 多少？对，因为我想这个400块钱可能真是很少。四百块钱小学还行吧，他主要是吃饭呢。还有一些书也不太多，因为小学生现在不管那么紧了。初中生、高中生完全是不够的，只是说我们也是一样，就是给他一点儿，是一个鼓励，能够帮他一下。最主要的，我觉得特别是初中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有的人呢，那孩子在英长得有些高了，对吧？你说去打工呢，说行也行，说不行也不行，一般人不会让孩子去打工。可是呢，有些孩子家里面很穷，就想哎呀，你也可以去打工去了。可是我们要给他这么一点钱呢，600块钱一年其实也实际上是不够的。那这父母就会想想，人家都管我儿子，就是人家都管我女儿了，我都把他怎么也撑着点。这是一个比较撑着点。第二个容易撑着点就是说，小我们从初中开始资助的话，他考上高中，一般考上我们县里面最好的高中的话，肯定会读的，没钱也肯定会读的，有将来有考大学的希望，那借钱也得读。那说考了别的学院呢，就很难说了，那就看这个家长了。也是我们有资助的话呢，他们读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就是他们会比较，人家都给我了，就人就是这样子嘛，人家都帮我了，我怎么能就这么就让儿子就不读呢，对吧？还有时候呢，孩子说看人家都帮我了，我要去读书，那父母呢也相信也是啊，就这样，是这样的会，其实真的不光是钱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鼓励啊，父母能够让孩子寄宿去读书。小学其实主要是特别穷的我们才管，一般来说主要是特别穷的才管。初中的话，其实还是高中还是很重要。就是说，一般就是小学我们不给钱，说实在的，他们就穷一点，也不会把孩子说不读书了，就太小。但帮一下呢，他会更好一些，更容易一些。他们会比如说买点书啊，或买点课外的书啊，这种东西比较多一点。自己基本上小学的直接费用不太多，基本上没什么，除了吃饭，还有课本他已经帮你付了，就你买一些课外书，还有一些学习用品，但你给他一下呢，他们就会可能基础会打得好一点。到了初中的时候，高中其实再说叫他赶，其实很难。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说叫他一定要好好读书，有，但不那么多。别人有人帮忙，他们没有，这样子，回家还得干活。就说你们找的那些学生，都是你们自己家乡认识的，是吧？是这样子，我们有三个县。我那个县是我们就是每个老师也是没有我们不认识，但是那老师都认识，对，就是老师或班主任帮他找。那另外两个县也是那边老师或班主任帮他找，我们就是说找好以后他们把材料就。那你怎么找到这些老师的？哦，这老师就是要不就是说我们自己县比较好办，因为做了10年了嘛，所以总会就找到老师的，也是跟校长会知道哪一个比较。就是说您就是从您家乡那个县开始做起，现在我们做的，现在做另外两个县呢，两个县都是高中，一个山西玉社是我们一个像你这样的一帮一的这种人，他就想哎呀我们家也很穷，你能不能帮我做那边去，我说你有没有人呢、啊、他有一个朋友现在在那个学校当总务副校长，不忙，我就跟他聊一聊，哎，同意，大家都很愿意，做了5年，做得非常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那边有的人的一个同以前那个同学聊起来了，啊、哦，你们做那么好啊，能不能帮我们做一做？就金寨，那时候你那有没有人呢、啊？他自己是校长，我说校长不行，太忙了，你得给我找一个人来。那校长那个他太忙了，他做一年就不行，就找了一个人，找了一个愿意帮忙的人。就要找这种特别愿意帮忙的人，比较老老实实干活的人，不是光在说话的人。就没有人的话，我们是不敢做的，不知道钱搞哪去了。就说，比如说您的那个县，你需要帮助的学生有多少？我们县差不多就这么多，可能再稍微多一点。什么规模？100人？我们县有，我们现在在600个，600个需要帮助的。对，600个学生，大概差不多，我估计大概一共大概有800到900个，但是别人也有帮助。就特别好的学生是不用着急的，特别好的也穷的，其实是有人帮助的。就中间的是最难弄的。然后你们每年能帮助这600人中的多少？600多个学生，今年全都能帮助。对，我们今年能帮助600多个学生，就剩下的还有比如说100或者多少，我们不太清楚，就我们查不到，我们不太清楚了。就我们自己每年能帮600多个学生，另外两个地方差不多有100个学生这样子。我们在现在在问另外两个地方在不断的再加多一点，就是慢慢，因为我刚开始我也不是很放心的。做长了以后放心了，就多给一点，就这样子。你那边那两个学校还是可以有很多的。那你们县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
线等于所有的失学儿童都被帮助了，基本上。对。那他们有什么，就是说成果呀什么的？成果就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我刚才刚开始介绍几个，有些是考上大学了，那是很明显的成果。Sorry， 这才完面。Another one 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很多本来读不了书的，能读上高中的，那是我觉得最重要。成果其实很重要，因为他们真的是见识很多。好，谢谢大家。